在第十四届中国航展上，一批先进的中国国产无人机装备集中亮相，除了有翼龙三、彩虹七、攻击二等堪称航展明星的无人机展出，还有各种中小型无人机，甚至是微型无人机、巡飞弹。其中翼龙三无人机系统凭借挂载重、航程远和独立执行多任务能力，引发海内外关注。据翼龙三无人机总设计师周毅介绍，翼龙三无人机在现有同类型大吨位级别中空长航时系列无人机产品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在多种先进能力支持下，该款无人机在军用和民用领域均可发挥重要作用。翼龙三的研制的话，实际上是面向了国际和国内军民用客户的需求而来开展的。大家从实物上看到，翼龙三挂载了各种的吊舱，还有武器。实际上呢，这只是翼龙三多任务的一个缩影。翼龙三的话，能够在中等对抗环境的条件下，能完成远域的情报侦察监视、十米目标的打击，以及关键区域巡护，还有呢就是各种的特种任务。在现有的同类型大吨位中空长航时系列无人机产品中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据悉，目前翼龙三的各项相关工作正按照装备研制流程紧锣密鼓地进行，很快将会形成产品装备能力，未来会考虑上舰反潜的需要。多款无人直升机也在本届航展上展出，其中玄鸽 500C 无人直升机针对高原环境研制，具备在复杂环境下的昼夜飞行能力，可在高原地区执行目标侦察、物资运输等任务。中航无人机公司总经理李永光表示，无人直升机已经发展出上高原、上舰等适应多种任务场景的多个型号，未来将不断提高无人机的隐蔽性和无人机的自主性，要使中国无人机技术走在世界的前沿。要用隐身技术不断发展，提高无人机的隐蔽性，用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提供无人机的自主性，用电磁防务技术不断发展，提高军用无人机战场的生存能力，协同技术不断发展，提高无人机体系作战的能力，要始终使我国的无人机技术走在世界的前沿。此外，明星产品 WJ700 高空高速长航时察打一体无人机系统、彩虹无人机家族全谱系也在本届航展悉数亮相。